築技術主任會就建築、結構、屋宇裝備和園景各方面製作施工圖則。另外，我哋亦都需要將建築師、工程師、園景師嘅設計意念包含喺圖則入邊，因為承建商會根據呢啲圖則嘅細節嚟到施工嘅。喺起緊樓嘅期間咧，我哋會幫手審批承建商呈交嘅建築材料同埋施工圖。咁喺起完樓之後咧，我哋就會製作完工圖則，作為日後維修同埋保養嘅用途噶。工料測量主任主要協助工料測量師執行任務。包括擬定建築費用同預算，根據圖則去量度工料清單，詳細列明施工時所需要的物料同埋人力資源，再制定招標文件。工程期間，我哋會按照更改的圖則修訂量度工料轉變，及至完工計算全個工程費用總值，我哋都有份參與。如果你想成為建築技術主任，你一定要對建築設計有濃厚的興趣，同埋對電腦繪圖有基本的認識，因為我哋係需要利用電腦嚟到畫圖嘅。另外，如果你係一個心思細密、計算準確嘅人咧，咁喺處理圖則同埋施工細節方面就會更加容易掌握噶啦。作為工料測量主任，需要有靈巧嘅頭腦，對數字有相當嘅敏感度，同埋具備良好嘅閱讀圖則能力。